芝麻，芝麻，小兔子。哦，我可以抱它吗？好可爱哦！小心小心，我要跟它玩。大叔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长进这边有入口。好，那我拿一个可以防身的东西进去。啊，是我刚刚没有看到，还是你腿太长直接跨过去了？嗨，小朋友们，哇，长进给我多一点，好可爱。你应该不会坐到他们的边边吧？虽然说这里都是他们的边边。这世界很酷。